Patrick 与好朋友，朋友互相帮助。Hi Patrick， 你去踩滑板啊？好似好好玩咁啊！吓，系啊 Sam 啊，喺度做紧咩咧？哦，阿 Sam 个网球跌咗落棵树上边。Patrick 帮阿 Sam 攞翻个网球落嚟啦，真系好啦，唔该晒 Patrick。攞住两个箱嗰个咪系 Mimi 嚟？啲箱睇落好似好重咁喎。要将啲装满牛奶嘅箱搬去第二度。Patrick 谂到个好办法啦！唔该晒啊 ，Patrick。Ivan， 你好吗？哦 ，Patrick， 你有冇事啊 ？Patrick 睇落冇乜事喎，不过就需要人帮手先可以出翻去。Patrick， 你而家可以拉住条绳翻出去啦。用力拉啦，好嘢！多谢你哋帮咗我个大忙啊！你哋见唔见到有人要帮手啊？而家 Patrick、Ivan、阿 Sam 同 Mimi 一齐帮阿 Wing 去攞翻佢个波，真系好啦！大家一起去玩啦！朋友是要一起玩，亦都要互相帮助的。